大家好，我是春田。那我现在刚起床，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酷的保养品，就是 Dossy 的，之前也介绍过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冻龄熬夜奇迹霜。冻龄熬夜奇迹霜呢，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，就是呢，它可以取代乳液还有霜，它是在精华液之后擦的，还有很酷的是，它可以妆前使用，就是你今天擦任何的粉底液、隔离霜都可以使用它，那它完全没有分任何的肤质使用，就是全年无休都可以使用哦。然后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它里面的成分很酷，它有九生态。那九生态呢，它就是改善暗沉。你看哦，它是这样水水的，你看呢，咦，就好。所以呢，它可以这样湿敷。跟大家讲，例如说像我们这里比较容易皲裂，就湿敷，它可以干敷用擦的。好，这样子。大家知道吗？例如说，我这里很干，所以我就是这样湿敷的。好，那呢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它一个叫做七仙草。七仙草呢，它是可以让我们改善我们的皮肤弹性，啾啾啾，嘟噜嘟噜的那个成分。那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它里面还有一个很酷的菌类，叫做类单胞菌，它是比较属于改善我们的缺水状况，因为现在在交换季，是以皮肤的应该是说适应度并没有这样那么的好，所以呢，一定要使用正当的保养品，才会让我们的皮肤全年的保水 Q 弹，然后呢亮泽。所以呢，我要跟大家讲，例如说像我啊，通常像这有点暗沉，那我都会这样敷着，就是弄完东西然后这样敷着。所以呢，我通常就是应该算是我觉得没有用任何面膜的人呢，就可以用这个冻龄熬夜奇迹霜。可以取代很多很多的保养品，因为它是属于急救型的面膜霜，然后也可以当做乳液和霜类哦，就是可以取代它们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的一个保养品。好，那有什么问题的话呢，可以就是在我的粉丝团问我，我都会一一详细回复大家。拜拜。